还要伸手。弱点伤害加成。Classy moves, team. Now quit it. 画点。啾啾啾！等一下，速度，什么技能？属性增益耶！好白痴哦，又是那个啦，黄金开采量。谁家羊尿？繁星啊，繁星，他们今天怎么嗨？嗨起来！我们再解繁星的，这样繁星你也会有新的了。来打那个蜘蛛哦，不是都在打蜘蛛吗？特别的、啊、那个炼狱的、哦，好，然后我还是用冰冻炮，这样大只的有办法冰起来吗？我不知道、啊，小美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么辛苦弄出来，如果比火焰炮还要烂的话，就换游戏了，换游戏了。对啊，你看你如果是按照你说，它冰起来一打。就会爆，直接碎掉，可是还要打、啊，这人还要打、啊。哦，看起来下方。哇哇哇哇哇哇，没事。化石哦，还要化石哦，这里好多哦。消团，直接挖好挖满，黄。有、我们这边也有。我这，我们挖喽。好。这啥？谁？哦，那个升级武器的。磁吸石。是我的冰冻炮。哇，原来是来吐我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冰冻完之后还要再打、欸。是吧？打一下就碎了，很强哎、欸。麻烦。就跟小美一样、啊，不是你冰我们打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冰起来就打死超快的。小团、啊，你看像这种小只的都还要再打、啊，我、哦、大只看看。小只你就用别的武器打、啊。大只，哎、欸、有啦，它变脆了。表示你现在只是辅助了、欸。团队啊，他这个佛团队。对对对，给团队用的。那我之前常常都一个人。biu biu biu， 所以你要靠队友。踩到人哦，吓死我！来一条线往下吧。哦，你在等我，好。不是啊，我在打蜘蛛。哎，我还有接到。茉莉走在那里。能力解放，冰属性能力解放是什么东西？我不要用了，这把枪我不要用了。哈我懂了，天哪、啊、你们太坏了啦。我要火的能力，我要火之呼吸，我不要这个了。哎、欸、满了满了，你满了、嗯、小精灵你满了啦，我们捡地上很累，我们挖就好了。他已经挖光了，去还要再去捡小精灵哦。它掉到地上，好像感觉会变少了。对啊，好像会变少。我踩一门，我踩一门踩上来了。有风，真好用。什么声音这么大声？有风。这边踩上来啊！哇，他这么凶哦！哎，我被抓走了，救命！你在哪里？打掉了，没事，打掉了，谢谢。有，哎、欸，他刚，哎、欸，又来，在，
色。橘，你没事吧？你，我觉得你受到很大的惊吓，你的血量。我觉得很帅，这个兵。是吗？帅是帅啊，就真的是不想用。你单兵不好用。哇，去！怎么了？没有被吹走。我可以用泡棉把那个洞打起来。没用哎、欸。没用。哦。这很烦哎、欸，动不了、欸。真的很棒哎、欸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要用。不行，你要用。我不要，我喜欢你用。好啦，你换掉。上面有化石，这上面有化石。你换掉，交给你的局。他快死了，他不能再摔了。打大字是还不错、嗯、是要一直切换切换、嗯、我们的蓝色小精灵呢、啊、上面哦，这上面有一个化石，这你有办法救过去拿吗？你行吗？你可以跳上去，死掉把你拉起来。哼，看来好像不太行啊。你猜猜，你帮橘在对放这个，然后他这边吃糖果。哦，不能嘴，不能嘴，他直接拿到了。吃糖果，吃糖果，吃糖果。哎、就是需要给你一点嘴炮。嗯。我刚刚想说，怎么一只虫在吃？吃我们的那个小团，你才是虫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黄黄的，就在那个黄黄的背景里哦。哎、欸，冰起来！欸、对，冰队友不晓得会怎样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你要冰我吗？等一下、哦，挖个小团。来。Careful！ 你们冰到了！哇哇好好，我愿意了，我愿意了。好什么啦？多好用啊！然后这里有个特别石头。哎呦，大猪猪！哇，你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小精灵给冰起来。没错，好用了，用了，用了。可以可以这样开队哦。还不用。确实有厉害，上一点。哎呦呦，有通了，有通了，可走。Oh yeah！ 什么？他一直在说那里很危险，保持距离是怎样？小王，来这小心在干嘛？那个啊，那个我们要拿的蛋啊。蜘蛛卵啊！怎么？我们没有拿蜘蛛卵啊？没有啊！他在纸上面说那个这个蛋很危险啊，有没有？哦！蜘蛛忘了我们的目的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好，交给你，交给你了。啊！他应该很能冰吧？哎、欸、呦呦呦呦！他快冰起来了，欸、很强哎、欸。好，我吃一冰，我吃一冰，用尽全力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快不行了。喂、欸，我死了，伤害太痛了，哎、欸，有点痛哎、欸。要小心。好。哇，谢谢蓝色小精灵。没有。谢谢，谢谢。又是一尾活龙，他屁股炸开了。我在努力冰他。哦，这个好像会过热哎。哦，所以也没办法一直使用。我觉得冷冻炮快没了。吃斧头，我怎么还有一只这个啦？吃斧头。吃斧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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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蜘
是凶欸。我叫一个补给舱。OK。吃糖果。这种超特殊 BOSS 就没办法，很给力了。他刚刚射了一个周围都有东西的啦，那个也很痛，敲痛。Yeah。 下我那边有看到一个白色珠珠可以挖。卡蛋。有猪猪，还好刚刚有回来看看蓝色小精灵怎么了。茉莉哥过来，我们化石也还缺五个。茉莉哥去哪？他干嘛？妙绝珠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啊？我要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的冰冻枪还没升级，它刚刚一直过热，这样大家懂了。哦。因为我这个枪很特别，它是过热的，所以它不用补子弹。哦。就不用一直补，可是你就是要看它过热的状况。哼。嗯。你。哇，是啊。欸，这里有大只哦，等一等，等等等等。好，行，看到了。哦，抓人的，抓人的。哦。出来啊！抓走了！哎，我的妈！救命！我在冰他，我在冰他，被抓走了！我还跟抓哎、欸！他快死了！哎、欸！你还在被抓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好。后面有那个、哦、爆炸的哦。危险危险。他怎么那么硬？还没死。对啊，超硬欸。哇、哦、那是什么东东啊，白痴啊，救命啊，要死啊，住手住手，救命。那个抓人死了。打他后面的蛋，他太硬了吧！你那么轻易小心哦！你知道我知道，我跑了跑了跑了。你有他莫名其妙。嗯，茉莉呢？那我看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补给？有有有。上面这里有一个化石，应该也是吧。对,、啊、对面对对面有一个两个都死了。Oh yeah. Oh yeah. Boss 也在这哦。我们等等局拿完化石。茉莉这边够，这边够吗？不够啊。但打完我们还可以再去别边啊。好。怎么了？局这边有两个，你有忘了拿吗？我可以拿。哦，完成了、欸，完成了。哦，好，那就直接打喽。好的。嗯。打他！目标是我，目标是我，目标是我。逼你逼你逼你，拼起来！
士兵，获得了。啊，过热了。OK。拍死拍死。炸你啊！爆。帮你放护盾，看看，帮你放护盾。好，我的兵呢？可以。丢！没得丢了，卡住了，死啦！我放护盾了，可以去救了。没有，我一挂，没关系，他快死了。我刚卡在那里，没办法。退不了，谢谢。这次狂死。他呢？在我这。你去哪？